那待会呢，就是这场演出的最后一首歌曲了。大家好，我们是 NB 火舞团，那我是团员廷佑，待会就是我们的最后一首表演，也是我的人生主曲。我坚持梦想九年了，从十五岁开始到现在24岁，九年以来遇过很多事情，更最多的是挫折。刚开始出来做的时候，我的父母超级反对我的，因为这份工作很不稳定又有点危险，特别是因为我妈是一个老师，她真的很难接受。那这是我第一个挫折，我被赶出家门超过8年的时间。第二个是我的另外一半，因为这个工作我在过程中失去了我曾经爱的前女友及前女友。那时候我很难过，但是我很快振作起来了，因为我还在舞台上，我还在追梦中，并且每场演出都有你们陪伴着我。那最后一首歌曲呢，它就是我这9年的集合体，我的人生主秀。9年以来很多挫折，换作这一首歌，我希望你们都可以看进心坎里。这首我的人生主秀最棒的表演，一路逆风献给大家。这首歌曲它比较慢，它比较柔，那也是我的人生主曲。那我希望大家不要因为是比较柔的表演就目瞪口呆，没有给我掌声。过程中如果看到喜欢的画面、喜欢的动作、喜欢的感觉，也不要吝啬大家掌声，可以吗？谢谢你们。那么开始喽。
最后一场表演，如果你看得开心，如果你看得喜欢，如果你有看进心坎里的话，可以再给我一个从开始到最后最大的那一次掌声吗？谢谢你们，最后跟大家再见，一分钟的时间就好。那我稍微的介绍一下我自己，大家好，我们是 NB 火舞团。那刚才是我的团员廷佑的主秀。那除了给我掌声以外，能不能先给我团长一个掌声呢？那作为我的开场，把你们的目光吸引住，看到最后最厉害的表演被你们看到。刚才演出我有说，它就是我九年的青春。九年以来，我的挫折到现在其实已经度过了很多了。原本不理我，并且不喜欢这样的我的妈妈，对，到现在其实没有了，她不是没有了，她没有再讨厌我的表演，并且她认可了我的表演。在前年的时候，她来现场看我的演出，当时我告诉你们，我超级紧张的，因为我这七八年都一直被骂，但那一次她第一次来现场看我表演，我很紧张的完成那场演出，她默默走向了我。那时候我想说，我要在众目睽睽下被骂了吗？但他跟我说，廷佑啊，妈妈知道，好啦，你真的很认真，妈妈认可你了。有点掌声吗？现在可以讲出来就是短短几个字，但当时你们知道那一句话我等了多久？我等了足足七八年的时间。当时我真正被我的妈妈认可的时候，我真的超级开心，因为他是我最爱的人，也是爱我的人。那我想说的是，没有走到今天这一步，多亏就现场每一位观众的支持。可能很多人都会这样讲，但是我是实打实的，因为如果没有你们停下来在每一场给我掌声，给我支持，我真的很难走到今天第九年头，要迈向第十年。在这边感谢你们陪伴我完成到现在最后一场的表演，也陪伴我完成到现在第九年的表演。在这边谢谢大家，谢谢。最后，刚才就是我的人生故事，可能浓缩成一段故事而已，但是这就是我最重要的。我想告诉大家是说，这就是梦想。可能刚开始不会有人认可你，但你只要够认真，你只要够努力，到最后，爱你的人，你爱的人，他也会接纳那样子的你。我希望我们一起努力，我们一起不要被世界给打败了。谢谢。好了，结束了，我要下班了。那如果我们的表演从这三场演出，如果你很喜欢的话，前面这是我们的打赏箱，你们都可以前来投下你对我们的支持，好对我们的鼓励，让我的表演不止可以坚持到第十年，还会有下一个十年，并且我希望我下一个人的目标，就是让小朋友们，你们看我们表演看到长大，或你们带你的小朋友跟他说，这是妈妈从小看到大的表演，这是我下一个目标。祝福大家有个开心美好的一天。谢谢。